家里的人、同住的人感染了，怎么防护？家人或者同住的人感染了，大家应该做好以下几条防护措施。第一，分开住，保持在1米以上的间隔的距离。如果有条件的话，要尽量的分开在不同的居室居住。第二，戴口罩。第三，勤洗手。洗手不是一蹴而过，而是要用肥皂或者清水各洗手20秒钟以上，或者用酒精浓度不低于60%的免洗洗手液来进行清洁双手。第三，常通风。我们所居住的房间每天要保持2次以上的通风，每次通风时间不少于30分钟。第四，对家里的物品要进行每天一次的表面消毒。第五，各自使用自己原有的卫生用品、餐饮用品等。我们无论是感染人还是现在没有感染的家人，都要各自做好防护的措施，这样才能够最大程度的减少传播的机会。